橘子冰起来的话，它反而就固定在那个阶段，它就不会退酸。阿强在哪？阿强，这颗是不是种到它会推下来呀、啊？看它那边，大颗的也不会不甜的、啊。这被猴子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得到橘子！你在看吗？放松下来，然后就是把它拆下来就好了。阿强，拉杨桃，那颗不错。拆杨桃，耶！啊，杨桃比较怕撞。赶快！哇！我是录影哎，还是你？这个没有看到。哦，我不知道哎，他们就是。他们是学习能力蛮强，就怕他会干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想说，我们就能，这里面就很色，所以有人就喜欢吃这种成人的味道，色色的味道，这个所以不是要吃甜甜的味道，不是是甜甜的。哎呀呀，我们不跟红色吗？不会，红色是加石灰，所以这是天然的，真的竹筒的竹筒棒，它就让它发芽，然后等。时间到了，所以他觉得时间 OK， 他就把它放下去，就一种。这是你吃的龙须菜，我爱龙须菜。